机会哦。是，最后各位数字为九，代码为04219，04219的陈小姐，是，谢谢，谢谢县长。风岩体检送礼券，环保机车骑回去，抽奖的活动。25号伫律师赖基元的见证下，抽出10名的幸运者。这项活动用于伫个吸收更加侪人响应体检的活动。体检有健康，环保就大奖。那我们每一年呢，这个癌症的筛检的人次啊，都越来越多。去年20000，今年23000，那最主要还是要来照顾我们和美深港县西三乡镇大家的这个健康哈。那我们不仅呢癌症的筛检哈，让大家能够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能够尽快恢复健康，而且可以抽奖，然后把电动车骑回去哈。我们可以提倡这个环保哈，所以感谢大家能够热烈的参与。彰化县政府为了照顾河美、陕西、新港、三乡镇乡亲的健康，利用台中火力发电厂的促协金，每一年1700万替民众进行体检，今年阁增加到23000人，借这来提升乡亲体检意愿甲健康的意识，予大家风险体检顾健康。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